大家好，我是杜维正，在这边要跟大家推荐就是凯夫朗利博物馆跟高美馆合作的这个刺青展哦，因为这个展览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展览，它包含了人类学一个专业，然后一直到一个艺术的表现。可能大家会觉得刺青是一个刺文化的表现，但事实上呢它跟整个人类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跟艺术的这个发展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呈现，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诚挚推荐，一定要来看，不要错过。